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七三公视第一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早起全台湾大熄灯，总统蔡英文嘛向民众回信嘞，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要积极处理相关的部分，要赶紧解决问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昨暗来到台湾，早起伫总统府接受勋章，感谢伊对台美关系贡献。联合国大会昨暗表决通过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双方第二轮的谈判嘛准备要开始咯。新闻台来看，今仔早起九点二十分左右，全台湾大熄灯，有真侪所在拢乌麻麻。餐厅、超商因为唔知停灯会停偌久，拢唔敢开冰箱，嘛无法度做生意哦。有真侪所在青红灯嘛拢无反应，交通大乱。南部今仔中昼嘛低要三十度，因为熊熊停灯，大拢真无奈。停电原因还在调查，请大家。不要恐慌。李长去社区大楼内底公布，全台三号透早熊熊大停电，有店家铁门开到一半都无电，送货的人才会使久的入面。唔知电当时恢复，真侪餐厅唔敢开冰箱，就惊物件歹去。规个灶脚乌麻麻，中昼唔知敢会使做生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电力会恢复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说，看那个台电能不能尽快抢修这样子。啊，停久哦，冰箱的物件都歹了了啦。冰箱无电，店员将冰甲装入去店内底，放入去冰箱降温。接近中昼，天气开始变热，民众才会使秘伫灯仔卡，也是无电的超商内底，百货电影院内底，电影才开始无到五分钟就停电，观众才会使无奈离开。对，我们看到一半，然后他就突然跳电了，然后我们也很傻眼，不知道为什么就。就突然开灯啊！唔呐，餐厅、电影院无法度做生意，因为号志未倒，真侪路段拢会使看到汽车伫路口，唔知爱停落还是向前驶。高一附近的路段，阁有汽车卡伫路口，轻轨、捷运甲台铁嘛，全部拢停诶。全省停电，那个火车电车线都没电了，要等台电复电了。熊熊停电，让全台民生交通乱七八糟，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特别是店家，着惊袂使做生意，会损失惨重。着希望电赶紧恢复，让因会使营业。记者南部综合报道。这届大熄灯哦，大约500万户，就是全台湾三分之一用户拢有受到影响。来看经济部长王美花的说明。那对这样的大停电呢，我们特别感到抱歉，跟大家致意哈。那造成特别是南部哈非常的不方便哈，特别感到深深的歉意。那这样的一个停电呢，主要是这个。新达电厂的开关站发生了事故，那发生的事故呢，就整个影响到这个龙旗变电所的一个运作。那因为龙旗这个是这个对南部的整个电厂有关系，所以就造成了南部的电厂停电，南部的电厂停电。那现在确定是新达电厂的这个事故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新达电厂关掉，那就切开这个系统，那其他的部分呢就可以开始来陆续恢复，要来启动这个电源。那因为启动电源要一些时间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水力的发电哈已经在发电当中，那其他的燃煤、燃气跟核能呢会陆续来启动。那因为这个启动的时间不一样哈，燃气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始启动。那燃煤需要3个小时才开始启动，到全部的满载需要时间。那核能的电厂的部分呢，需要再跟原能会这个确保原能会同意以后才可以启动。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初步的情形就是，北部的地区会在中午以前，北部的地区因为是低频卸载的关系哈，所以中午以前应该都可以恢复。那南部的地区呢，也会从中午就开始陆续恢复的供电。那因为电厂会陆续上来哈，所以全部复电的时间，我们稍晚会跟大家再做确定，会跟大家做说明。全台湾大熄灯哦，台铁跟高铁嘛拢受到影响，高铁受三台列车停驶，目前是恢复正常了。台铁先夜到帮了，所有车拢先停驶，台铁嘛随成立应变小组，派出公车来载乘客。时间表显示，车班延误超过十分钟，全台湾大停电也影响台铁跟高铁。随三早起9:16，高铁有三部营运列车受停电的影响停驶。目前电已经来啊，营运也恢复正常。
严格一直到十点半，也是有一挂车班慢分，影响的范围自左营到台中。旅客到车站拢赶紧问车班是不是有延误。叫车来的时候，他就说红绿灯都坏掉了，所以我叫的 Uber 也就好久等好久才到。对。就像你看到说，高铁这边也说有部分停驶或者是暂缓的这个状况，你会觉得说，被影响到了？我不知道，所以我要问他们，我刚到而已，反正。如果真的停掉也没办法。我希望政府能够不要让人民能够有这个方面的忧虑。另外，台铁自新营到枋寮之间，所有电联车，包括城际列车甲区间车，全部拢停驶。只干那剩南回线插电车会当驶，也就是有超过九成以上的列车拢停驶。受到影响的车站包括新营、柳营、林凤营、到高雄、屏东，超过30个站，影响上百路南的列车。另外，台铁局也成立应变小组，针对新营到枋寮站启动公路接驳，提供巴士载旅客。比如说，他本来是台北开到高雄的，那到了新营以后，他就下不去，就是他的时间刚好是在这个段，现在目前没有建这个区间，他就没有办法往下开，他就会开到，比如说开到新营，他就会停下来。那这个列车我们可能会整理，又变成北上的列车，比如说自强号，他就。代替原来从高雄开车的车往北开。因为一台机工科受停电的影响，调伫咧教育等到屏东之间等人救。代替会用柴油自强号去解救，绕到屏东车站。代替也继续伫咧统计这边大停电受影响的班次，一个旅客人数。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新北市有真侪民众拢卡伫电梯内底，大约是有超过100件哦。消防队嘛出动救援，有真侪店家嘛因为停电，拢无法度做生意。里面的人跟你回应了吗？刚刚只有听到敲门声了。有人报案讲新北市的土城有人掉伫个电梯内底，消防人员紧密来到现场，是刷来抢救。规个早起，唔啦新北市，也佫有台北市家人，拢有人掉伫个电梯内底，上届少也佫有超过几百件的。规台湾有真侪县市拢发生失电，各地状况真侪，无电来嘛影响到交通号志。交通号志若是未到，就惊讲会来发生车祸。各地拢有派警察来指挥，伫个路口。不如果这个号志若是无到，也是予真济地区伊个状况真济。有民众伊急要过马路，去予警察甲分批啊，阁爱停起来。有个路口无警察咧指挥，骑士干那会当家己来准则时间，要过都爱较细致咧。也阁有铁机路、冰交道，号志各种。规个路塞甲拢是车，除了讲这个交通有拍甲球，店家做生意嘛受到影响。我们是停电的状态啊，这铁门没有开的话，他们根本没办法做生意啊。我另外那边好像没有电，开冰箱没有电啊，怕食材会坏掉。小吃店咧做生意，拄到无讲无打过来失电，店头家烦恼讲冰箱若无电，内底物件拢会歹去，安尼这损失就会真大。另外，阁有出名的麻糍店，内底规个是乌索索，店家都爱设暗屋来替人客咧介绍。民众伫健身房来做运动嘛，爱暂时停止。还阁有这个公司咧开会开到一半，熊熊来失电，员工干那会当先用手机啊来照光，停电影响真大。民众五万讲都爱紧个来恢复用电。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中部的台中、彰化甲云林，嘛拢有所在失电哦。云林县西里果菜市场冷冻库嘛，因为失电，予大家真紧张，就赶紧用人工包装来处理。手提手电啊，工作人员无用在分装菜色，受到一早啊大停电的影响，云林西里有菜市场无用在调派人力，改用人工包装，就惊因为停电影响下暗的菜色供应。现在目前都没有电可以供应，啊，所有的一个机器设备都已经停摆。那这边的话可能不知道何时会复电，那希望赶快一点复电，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行程上整个排程上才能够顺畅。业者表示，这个菜市场有11个冷冻库拢停电，恐惊造成百外栋的菜市受损，目前干那会当赶紧调派人力包装甲送货。啊，那台中的大雅公有市场嘛受到停电的影响，因为无法度使用冰箱，海产含肉类的团贩拢烦恼食材会变无钱。这东西耶。这拢要送迄落，送迄落。电道怕，电道怕，要冻会久就对了。受到影响的，阁有各地头的交通。台顶有一挂所在，因为大停电，车辆灯拢未到，需要靠警察来指挥。毛北少超商因为无电通用，需要冰起来的商品，可能卖有未少损失。
因为那个机车，他们如果少数的话，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过去。那整条路都是没有电啊，整条路都没电，红绿灯也没电啊。哈哈，对 啊，所以我刚才去借厕所也没有电。学生上课嘛，同款受到停电的影响。中华民族大学有学生调低电梯台，学校紧急通报消防队来将人救出来。老师嘛调整上课的方式来应变。初三早起十点半通过，台中、中华、云林，拢有超过十个区也是乡镇出现大停电。这三个县市初步估计有超过600,000户受影响。到中昼为止，中部各地区的停电状况已经等咧大大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去年5月13日，才因为兴达电厂全台湾大熄灯哦，无到一冬的时间，今仔全台湾又搁熄灯。咱今仔要来访问捌做过台灯的独立讲师，即嘛是中华大学特聘教授、电力专家柯志毅，来为咱分析即届的事故。老师你好，老师你好哦，老师去年停电迄当时哦，你其实有讲过，那说台灯哦，一直拢使用这种集中式的系统，大停电有可能会常常发生哦。你敢会使帮咱的观众朋友来解说，为怎样哦？你一直提出这个呼吁。你是讲大机组就会时常停电了哈，但是一旦停电哈，集中式的大电厂一旦停电，就好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它。要造成的一种冲击哈，就比较是广泛性的哦，就比较全面性。像这一次，它因为兴达的这种跳机，就造成了龙旗变电所丧失了大概1000万千瓦的负载，几千万哦，1000万负载，那个是非常大的量，包括南部的麦寮、嘉惠、丰德、大林。南火跟核三厂全部电源都丧失了，所以这种形态它要重新再复电，就是我们现在电从9:17停电之后，可能要到今天晚上很晚，它才能够全部陆陆续续。像兴达是烧煤的啊，烧煤的电厂以哪些？如果说要复电，花的时间就要很长啊。那如果是核能核三厂两部机组要复电。那可能要超过一整天，所以呢，大型的机组的好处就是便宜哦，它规模经济嘛，就是每单位的发电成本比较便宜，但是其实它背后牺牲了这个复电的成本，跟如果万一发生了这个事故造成的那个全面的冲击，这些成本是由整个社会来负担的，所以未必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你大型的机组是比较。每单位发电成本是比较便宜，但是呢，其实是整个社会在承担它相对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面的更大的风险。所以老师你讲哦，这届要恢复供电应该无遐尼紧哦，所以你嘛建议讲要用分散式的发电，还是讲什么办法，才有法度来解决这款大失电的问题呢？分散式的电源意思是讲哦，不是讲分散式的电源。就可以100%取代集中式的电源啊，分散式的电源要尽量来做，努力来做。比方说呢，我们现在常常讲的长电于民，或者另类电业啊，另类电业就很像虚拟电厂啊，像储能系统，像民间的这个发电机组啊，在很多工厂里面，我们的台积电啊、台达电这些大型的。这个用户都有很多内部自发自用的 UPS 这些长电于民的这些设备，你要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在现在此时此刻，他们能够赶快能够无缝接轨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电力系统。那以今天的科技跟我们今天电力这个市场的这种商业模式来看的话，是做得到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以今天来看，我们今天台电公司电力交易中心去购买的这个长电渔民的负载量只有25 MW，25 MW 意思就是25,000瓦，你看跟我们1000万千瓦上市的电源这完全不成比例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必须要比较大开大合的去把民间的这些电能的另类电业的设备都让他们有机会在合理的价格，不要这个价格绝对怎么样都是比社会成本来的便宜很多，来的划算的，要让他们，我们要
张开双手欢迎他们进入这个电力市场。这就是我讲的今天的稳定供电本来就是一个电力公司最基本的一个天职啊，有些公一个电力公司你最大的目的你就是要稳定供电嘛，这东西做到这一点你就是60分啊。啊，但是你今天应该更高的往80分100分的方向，你就是开放市场，你要能源数位转型。什么叫能源数位转型呢？就是你今天你这个大的电厂新达电厂你要做预测性维修 AI 大数据应用的一种机器设备要坏之前你都可以预测得到，你都可以事先透过这些特征啊、系统上设备上的一些特征，你来让这个机器设备在它还没坏的时候就赶快把它更换。对，因为这些机器设备很贵啊、所以你要用这种数据来比较它要出事之前那个数据会有一些异常，这个异常就是你可以拿来做控制的一个基本的 AI 的判断，这些都是电力公司现在应该要大力来推动的。好，以上。老师，因为这马更不是热人用电的尖峰哦，得发生大失电哦，这马热人嘛特别高，咱敢是大家爱出蛋。这不是讲电源不够，这完全不是电源不够，这是机器设备故障，这是你机器设备故障，很大一部分是人为维护的，不够，就是也许是良率不够，也许是人人当然是都会犯错也都会有疏忽，但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基本AI 大数据也在应用，你可以收集很多这一类的数据，你平常这种投资要花钱的，你不要省钱，这种我常常说今天你的电源稳定更重要的其实是你的电网的要强韧，要有 resilient 就是说你这个电网不要一下子就垮掉了，对，它本身要有很大的那种回复的功能跟灵活的弹性。灵活的弹性就是说你要能够让另类的电业能够在快速的让 Gogoro 也好特斯拉也好这种储能的电池电动车也好，那包括冷冻设备空调都可以减少他们的负载，然后这个时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这个电力市场，那电力公司当然要付给他一个我们叫做做牛棚的一个牛棚费，就是你台电公司是个投手嘛，你要有很多备援投手，备援投手你要让他们在那边坐在旁边等着随时都可以上线，因为你不应该是说今天你一停电就让所有的电力全部都中断，你应该要想尽办法去买保险，这个备援投手做牛棚的费用就是买保险的保险费。老师，你看哦，这款大失电的状况会再发生吗？联赛工也不能说会常常发生，电这个东西，技术是只能说越来越好，不会说会越来越发生。但是呢，再生能源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你就需要更多的另类电业、虚拟电厂、备援投手、长电渔民的这种电力啊、来加入这个电力市场。这是一个电力公司一定要转型。我一直强调，你要做到稳定供电，一定要靠数位转型跟市场开放，不能只喊稳定供电，然后把所有的力量都拿在电源开发，然后而忽略了去让其他的利害关系人，包括我们的消费者来参加这个电力市场，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在当前这个物联网、人工智慧的时代，你就是要链接所有的利害关系人，电力公司一定要转型成为一个开放组织、一个开放市场、开放的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在来讲，否则这种事情我们不能说它常常会发生，但是一旦发生都非常的严重。真感谢老师对电力系统应该安怎来改善提供真清楚的建议哦。咱阁继续来关心总统蔡文今仔早起，嘛将对这失电造成民众的困扰回事的，嘛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爱积极处理。行政院资料指示副院长沈荣金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爱到台电的事故现场去了解解决问题，嘛阁再向民众回事的。造成国人同胞的生活上的不便困扰，表示最大的歉意。在今天稍早第一时间，总统院长掌握之这个信息，就立即指示
启动相关应变作为，在北部的地方可以在中午以前应该可以恢复，其他地方会陆续恢复供电。那对这样的一个事故造成的国人同胞的不便跟困扰，再次表示歉意。台电公司视察已对外做出初步的说明，政府对此向受影响的国人民众表达诚挚的歉意。总统府表示，总统一定支持行政院跟相关的部会要赶紧查明事故的原因，要在上短的时间内底向各界来报告，嘛要赶紧恢复供电。总统府嘛搁再向民众回释嘞。再来看新北市失电的户数，大概是119,842户，毛人卡在电梯内底，有所在嘛发生火灾。台北市长郭文德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向中央呼吁讲，要维持供电的稳定。像新北市今天就是有62件在电梯受困，736个号志，达到32%号志受损，以及有17件的火灾需要待查。这么多的需要在停电过程当中就需要救灾救护的，再加上产业所受到的影响，这个其实伤害是很重的，所以政府要有责任哈。提供完整的电力发展路径，让我们的电力不但不缺电，还要稳定的供电啊！啊，这已经是蔡总统任内第4次大停电嘛！这个当然事情发生，你知道，我想台北跟新北，我们都紧急应变了，应该两边都开设那个在紧急应变中心2级开设，因为很多都困在那个电梯里面，都要先处理。所以紧急该做，地方政府会做的，但是长期很清楚嘛，哈，这缺电是个问题啊。新北市消防队早起一直出动，把卡在电梯内底民众救出来。郭文德哥好友伊拢表示讲，过去几冬已经有正一届全台湾大失电，伊嘛呼吁政府有责任稳定供电哦，才袂对民众的生活甲经济造成伤害。咱再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增加66例境外病例，5例本土病例，全部拢是居家隔离的时阵染着病毒。针对今仔日透早的停电哦，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讲，医疗甲疫苗的保存哦，拢无受到影响。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5例，那境外这一入有66例，5例哈都是在我们的医调框列之中的人。有4位是应该是说大家有时候讲凭证家族待厘清的感染源的案件还是维持6条没有改变，叫做凭证家族或者是米迪幼儿园的这一起群聚，那也是跟桃机的这个相关的序列是一致的。今天早上有停电，在医疗上面没有影响，疫苗的保存上面基本上这个合约的机构都有一个不断电的系统。再来看国际上的防疫拢会放零，观光局昨嘛甲旅行工会开会，也只是提出3、5、7放零的观光防疫建议，望讲对3月份开始开放商务旅客来台湾，5月份开放观光哦，7月份就开放民众会当出国去佚佗。也毋过有感染科医师是认为讲，8月份以后才开放民众出国去佚佗和运动。3月初日开始，所在隔离的新制度开始实施。观光局伫咧3月初日开研议开放国境甲旅行业合作的专案会议，旅行业国光协会希望爱解放，业者提出3、5、7个政策，也就是伫咧3月开放商务客了，5月开放入境的旅游，7月是个人已经出国的旺季，希望到时隔离政策会让国家放零，会让开放组团出国旅游。民间的业者也开始发起了所谓的这个。观光的一些 SOP 操作流程，希望借此能够推动国人对出境也好，还有这个政府对入境旅游的安全措施的保护的信心。业者也希望国家检疫会当从10+7变成3+3，甚至是希望做过3剂疫苗会当免隔离入境的政策。不过，对于国际上真侪国家，可能伫咧7月就当开始自由旅行。指挥中心目前是讲，台湾未遮尼紧。有医生认为，以个人解封了想想要去的日本，八月了可能是较适当的时间。我们目前看起来的话，那个 Omicron 在日本是这一波的主要流行。Omicron 刚好是疫苗最欠缺的一个对抗能力啊，所以这时候它自然免疫。八月比较好，因为现在他们那边的还在上升的感染
的过程中。专家讲，各个防疫措施无同，感染的程度也无同，每当跟台湾全面防止加强疫调来比，国内目前要慢慢做评估，以避免国境解封了，或一寡要未做过疫苗的人被感染，造成医疗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昨暗来到台湾，早起总统蔡英文嘛颁发勋章，感谢伊对台美关系贡献。刷起拄到大停电哦，总统府嘛取消原本安排的网络直播。蓬佩奥是表示，伊正期待甲台湾人民交流，嘛想要阁食到王来瓜。总统蔡英文嘛表示，欢迎蓬佩奥常常来台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初三早起，总统蔡英文接见的时阵，并且颁授其得奖大受敬献勋章。严格正拄好拄到全台湾大停电，虽然总统府的供电无受影响，严格取消网络直播。不过在过程一切拢正顺利，蓬佩奥也讲，正希望会当食到王来瓜。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stand with you in that very effort.Bless you. Thank you for this incredible privilege today. It is such a joy to be here. I'm going to enjoy the dried pineapple very much. And I know that I'm going to enjoy even more than that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the Taiwanese people. 彭佩奥讲，伊一直拢正关心台湾的人民。伫咧伊任内所推动的几落项优待措施，拢是美国跨党派一致的决定，会当帮助深化台美关系。伫即马乌克兰情势紧张。除了感謝台灣對烏克蘭所做的貢獻，更加重要是需要大家做伙團結。I think we need only watch what's taking place in Europe today to see that this continues to demand deep, concerted, focused leadership from those of us who cherish freedom. 尤其蓬佩奧前國務卿在台灣的人氣很高，來訪的消息一出來，立刻引起許多的關注和討論。希望未来您常常来访，我们一起继续为深化台美关系来努力。总统蔡英文对蓬佩奥伫咧一年来对台美关系会当有所突破表示感谢，也希望未来会当加强台美各项领域的合作，包括两岸启动双边贸易协定的协商进程，和台美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初二在联邦众议院表示，讲目前俄罗斯甲乌克兰个小战，也毋过联准会嘛是打算要伫这个月先利息，望讲会当来减少通货膨胀。因为各国制裁俄罗斯嘛，造成油价起到最近七档来上贵，毛天然气公线公司传出要破产咯。面对一直咧起的通膨，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伫个初二联邦众议院证实讲，会伫个这个月先来一码。I do think it will be appropriate to raise our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t the March meeting in a couple of weeks, and I'm inclined to propose and support a 25 basis point rate hike. 鲍尔认为讲，伫关通膨甲正安道的劳力市场因素，升码这是一定爱的手段，而且无排除讲伫未来某一个阶段会较起较悬。And to the extent inflation comes in higher or is more persistently high than that.Then we would be prepared to move more aggressively by raising the federal funds rate by more than 25 basis points at a meeting or meetings. 因为当前的俄乌战争还有经济制裁，对美国经济产生关多的无确定性，联准会已经来分析无同的情况。不过，这个变数还是真大。The near-term effects on the U.S. economy of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ongoing war, sanctions, and of events yet to come.Remain highly uncertain. Making appropriate monetary policy in this environment requires a recognition that the economy evolves in unexpected ways. We will need to be nimble in responding to incoming data and the evolving outlook. 不只个受到严厉经济制裁的俄罗斯引起混乱甲惊吓，国际原油起价七年来上界悬。布伦特的原油伫个初二即天，一桶都爱$112，凸显出对主要出口国俄罗斯供应中断的这个来烦恼。同款受到制裁来中断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公司，伫个瑞士的北溪二号公司传出讲已经甲法院申请破产，并且来解散百外个员工。不过，北溪二号营运商伫个初二发表声明，表示讲，因是高不二将来解散百外个员工，并无来证实讲有破产的传闻。公司新闻郑怡人编译。
再来消息来看，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接到线报，讲有一个越南来的查某人伫南投的卖车的私底下，嘛要帮人换钱回转去越南。去年下半冬哦，交易金额就超过新台币1亿3000多万。移民署专勤队带一大队稽查人员来敲南投一间越南小食店，负责人这姓武的越南籍女性，只当乖乖配合调查。专勤队伫店内抽出大量现金甲汇款资料，原来这间越南小食店阁兼做违法汇兑替人换钱。这姓武的女性透过同款是越南籍义工，小改同乡来店内私下换钱，讲介绍凭银行开的较好，随来随回，秘密快速，特别只收50块到数百块的手料费。可能是不是看交情啊，或者是看他自己的这些关系哦？那当然，他能收取这个一个数量的手续费。台中市专勤队调查，嫌犯是利用伫咧越南的亲人口做汇款，想开买卖挂票的汇率加银行的手料费，敢若是去年7月到12月这半年，这姓武的女性，伊所过手的非法金额，就有到1亿3069万台票，手料费佮加汇率的差价，不法得利就超过1137万。利用这个比银行比较低的价差，然后来吸引乡亲从事这个地下汇兑的行为，从中赚取优渥的手续费。专勤队表示，这姓武的女性私底下替人换钱汇款，涉嫌违反银行法的非法汇兑，通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搁通罚金1000万以上2亿以下台票。也呼吁民众，若是有汇兑换钱的需求，也是去银行办理较保障。记者转报道。大麻在台湾算是二级毒品哦，航警局甲海关最近是查到讲有人甲大麻果藏伫阿门头的庄仔内底，要闯关，也毋过后来嘛是被抓到，三名嫌犯被移送法办。用大麻花精炼浓缩的大麻果，据称是高品质大麻花的3倍到4倍，就藏伫咧阿门头庄内面，想要闯关。航警局刑警大队甲海关总共查到第二级毒品大麻果5.169公斤，在龙储快递进口专区查获水泥砖内夹藏了5.169公斤的二级毒品大麻膏。本局刑大获案之后，立即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阿门头庄卡柜毒品藏在内面，航警局表示，去年10月26日伫咧印度快递货物进口专区查到阿门头庄内面藏大麻膏。专案小组经过5个月侦查，一个资料的分析，总算把运毒、领货、中介，一个幕后的主嫌犯3人拢总抓到。本次查获的大麻膏是近来流行的大麻制品，由大麻花精炼浓缩制成，价格是大麻花的3至4倍，含有浓度极高的四氢大麻酚。航警局讲，大麻膏是大麻制品内面的高级货，毒贩为了要赚高利，遭受毒品入境，国家在边境被查到，毒品则无落入市面，危害国民的健康。专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到西亚甲乌克兰小镇第八天了，在乌克兰一个重要的港口都市马里乌波尔，已经有几百人死亡。俄西亚嘛，阁继续轰炸第二大城哈尔科夫。昨本地两边讲要第二届谈判，也毋过后来阁是随传出讲基辅火车头传出爆炸。乌克兰的总统嘛讲，爱先停止轰炸，伊才要恢复谈判。建筑物的注定导火，有一挂结果已经放落。乌克兰一位官员讲，俄军想要瓦解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也毋过一直被乌克兰方面挡掉的炮火攻击，甲空袭拢无停。随日之间，哈尔科夫向外广场爆炸声音拢无停，市会附近的路的规拢是炮火攻击了的痕迹。有报道讲，俄罗斯的伞兵伫暗时登陆，当局是讲，甲几落台俄罗斯的军机拍落，俄军的飞弹也射偏去，拍到无辜的百姓。自战争开始到即马，已经2000多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救援人员。
Противник працює по місту, причому не вибарково тяжелими реактивни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залпового вогню, авіацією, тому що я так розумію, що поставлене завдання психологічно зламати Харків. Чин чин ти чекан, го кун кешо ти папо, тампо, гантампо, тьонг дай сяці, гантам конгі. Дампо, тьонг яо ганкао чи лі, ма лі у по ар. Чи лі гу ру дям чин гуэ па хуэ конгі. Гу чи дю гон, кьонг ян у гу ру ба нан си бон. 另外一个进入地点赫尔松市，路会看到坦克车加军用车的车队经过，也唔过唔知影是倒一边的。双方拢讲已经控制这个市。俄罗斯国防部也第一遍公布伤亡的人数。498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семьям погибших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ся возможная помощь.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мая многими западными и отдельным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МИ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якобы неисчислимых потерях росси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Это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ая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я. 受战争的影响，俄罗斯的后亚人阿布拉莫维奇证实，要甲伊的卡丘俱乐部英超切尔西提出卖，并且讲交易的资金会用来帮助乌克兰战争的受害者。这支球团目前市面的价值30亿美金，身价超过133亿美金的阿布拉莫维奇，有人讲甲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正密切。英国的议会一直想要甲伊赶出英超，受到压力，阿布拉莫维奇就想要甲球队卖掉。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联合国大会，将表决通过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也要求俄罗斯爱随全面无条件撤军，军队得爱随离开乌克兰，退回边界。双方第二轮的谈判也准备要开始了。若也唔过，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是先话话讲，要求乌克兰爱承认顿巴斯共和国。In favor 141, against 5, abstentions。35 draft resolution A/ES/11/L1 is adopted. 联合国大会随即以阿多性的票数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莫斯科当局无条件撤军。各国代表拢站起来拍波啊！其中五国、被俄罗斯、北韩等国投反对票，中国、印度、伊朗等35个国家弃权。虽然这项决议无法律的约束力，只可能有政治影响力。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永远希望大家把这场战争当作自己的战争。The evil will never stop. It requires more and more space to conquer. If tolerated, it advances further and further. The draft resolution is one of the building blocks to build a wall to stop it.俄罗斯的外长强调，俄国并不是孤立无援，在国际上依然有真侪朋友甲盟友。对初三的第二轮停战谈判，拉洛夫依然重申要求乌克兰承认顿巴斯共和国加起纳粹化。Украинцы сами должны решать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закончится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который они развязали и который мы сейчас пытаемся завершить, они должны сами решать, как им дальше жить.目前，俄罗斯代表团已经到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准备开始后一轮的会谈。俄国代表团讲，乌克兰代表团已经离开基辅，俄军正在替因提供安全通道。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еларуси пол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спецслужбы Беларуси. Наши военные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коридор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их перемещения по Украине.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京随即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包括全面封锁俄罗斯各项实体，并且对炼油业实施出口的管制，同时把出口限制制裁扩大到白俄罗斯，以便技术和软体转移到俄罗斯。公司新闻丁伟林、吴义昌编辑。过来看，过来消息了。华南市公正街路边，因为是石仔路，常常有人也是奥多麦伫遮取道。市公所最近嘛已经完成改善了，用无共适地的材料来铺路，也唔过哦，效果安怎是爱个观察。来到华林市的平乡上济观光客排队买食的公正街，几工前才铺好彩虹步道，最近已经真出名。不少观光客来到华林，拢会特别前来翕相。附近店家认为对商圈有真大的帮助。有这个特色的是拢来翕相，改善了非常好啦。我问只店家呢，店家讲哇，真好啊。因为其他地方也没有像这种彩虹步道，所以会特别来这边。拍照。公所表示，公正街原本的代理就装面真骨，落雨的时阵，骑车人甲过路人定会骨倒，所以才编了80万铺防滚的材料。也不过，也是有民众认为唔是真有效。无感觉，更无效的哦。嘿啊，嘛是无感觉的，感觉嘛无啥物效。是你在站的时候滑滑的，还是轮胎在骑在上面的时候？
就是站的时候。工作强调，这个材料防骨系数真高，无啥可能会有人骨倒，防骨效果可能受到四公位环境影响。它的防滑系数哈是达到70 BPM 哈，它是非常高的一款防滑系数。那一般的道路路面是只有40 BPM，那其实主要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些餐饮业，那会比较有油的状况发生。胡建民将是建议公所将边的大武街也改做彩虹步道。公所表示，未来会调向民国78年拆除铁轨路以前的样式铺设，让大武街恢复往日铁轨路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家庭，最近是出现200-300只乌面腊龟，数量又过创纪录。其中有一只是4冬前伫永安受伤，治疗好势，搁再野放的乌面腊龟，这只嘛已经是连续4冬飞来高雄，看起来嘛比以前较健康。这顶乌面腊龟内底有脚圈的这只，就是 H74。伊顶个月底出现伫家庭啊，那么地，听说鸟爱人士拢真惊喜，因为 H74 4冬前伫永安治疗希望受伤，经过救援治疗才放线，了后伊逐年拢阁飞回来。今麦共款也是已经很强壮，而且伊身躯迄个金黄色的黄子羽的颜色也出来了。H74 较早是韩国教授靠脚圈放线。乌面腊龟，想袂到伊连续4冬拢飞来高雄。你们看到右边两只在谈恋爱，他们将互相磨嘴巴。民众嘛翕到乌面腊龟谈恋爱的画面，实在真趣味。家庭腊八地今年来休冬的乌面腊龟至少有200-300只，数量比以前较济。伊今年的雨水有够，那食物量嘛有够，所以咱保证伊的安全。伊刚刚伫即块湿地内底，伊是足安全的，所以伊的数量是愈来愈增加。佮包括一挂老鸟也带伊的幼鸟对来。唔呐，乌面腊龟家庭啊嘛第一摆记录到长嘴豆干的出现，而且因已经停留3个月，实在真难得，予家庭啊那么的生态更加丰富。记者邓阿文、赖维泽高雄报道。咱过来看，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今年的工作机会是最近3冬来上多哦。一个人应该拢有2个以上的工作机会。建筑业、不动产、够饭店、餐厅、服务业、够批发直销是上欠人。即卖半导体科技业真兴旺，薪资福利予人真新鲜。不过文科生因就业感到比理科生有较困难。伫个小资化、高龄化，还佫欠缺工程师的情况下，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有46%的企业因捌请文科生来担任科技技术的这个职缺，伊来操作技术类上侪，生产制造产品即款嘛真侪。而且是愈欠工，也是讲规模愈大的电子通信半导体业，因愈敢来用文科生。因来请这个文科生的评价是6.1分，啊，那这因是真肯定文科生的软实力，啊，佮这个专业技能，因伫个逻辑思考，啊，佮推演能力，这个平均拢都爱开2.8年才有法度来养成。唔盲讲会当来到这个理科生入到病房，因的专业袂输哦理科生。科技大厂，他们开始要找一些不同领域的人进来，因为他们慢慢发现，包含他们还在各个地方做投资啊，怎样，他会做当地的一些社会啊、经济层面的一个风险评估，所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或者在这个科技产品的设计里面，我需要一些人性的考量，所以需要一些文科的人进来。就伫个欠工调的时阵，人力银行嘛发现讲，今年即块。求强比创下3年来上悬，平均一个求职者因会当摕到2.02分的工课，其中以营造业、不动产、大塑还有餐饮服务业含小卖零售者的直销业3大行业上届欠工。人力银行表示讲，本科生初入职场的时阵，因的起薪有较低，不过这10年来有刷咧甲理科生来甲入平去。而且本科生因的起薪的成长的幅度有11%，这是比理科生较侪，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嘛愈来愈缩小。在你的能力之外，加上一些跨界的专长跟兴趣，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未来在这个时代，因为少子化，必须要多加点能力，多加点专长，你才有办法应付这个转变很大的职场。学者认为讲，虽然目前本科生的欠缺还是有较严重，建议讲学生伫咧求学的时阵，都要提早来培养第二专长，甚至是这个下领域来学习，来增加家己的实力，安尼才有机会来和理科生做一个竞争。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若是近视常常变甲真严重，就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可能是青光眼的症状。眼科医师嘛提醒讲，爱掠亮的民众嘛爱注意，姿势唔对，冒青光眼的危险哦。医师嘛建议讲，超过40岁有家族病史、近视真深哦的民众，拢爱定期检查。有一位50几岁女性，捌得过青光眼，几年前因为肩胛头酸痛去18会馆，全身骨按摩，因为是拍掉的面向下骹。无想到讲半点钟过了，目睭规个拢乌麻麻，头骨会疼，正边的目睭也看无，赶紧去病急诊，才知影讲是急性青光眼发作。好在在有做降目睭压力的药了，才无失明。趴的时间太久，尤其在暗室趴时间太久的时候，眼压可能会急剧上升。急性青光眼如果在8小时之内没有把眼压很快降下来的话，会造成失明哦。医生讲，青光眼是一种目睭的神经损伤的疾病。那是目睭的压力超过视神经会当动的紧绷时阵，或者是强强目睭神经养分的血液循环无好时阵，就造成目睭的神经受损，产生看袂清楚。有真侪病人一定来就是讲是近视的度数增加，无去检查治疗，那较严重的就可能会失明。尤其那是有家族史500度以上高度的近视加糖尿病，拢是高危险族群。直系血亲有青光眼，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有青光眼，我们从18岁开始就要检查，因为这样的病人大概比别人大概多了7到9倍会得到青光眼。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全台湾青光眼的患者差不多38000人。医生提醒讲，青光眼是无啥目睭的一种疾病。亚洲青光眼的患者有超过80%高，目睭的压力是正常的，所以建议若超过40岁民众，除了每年都要固定检查目睭的压力。一个检查看的范围甲目睭的神经，若是有青光眼，才会当两早发现，两早治疗，才袂失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县三地门乡八德家外家族的石房厝有70-80栋的历史了。经过3栋的翻修哦，今年是摕到巴黎设计奖的银奖，予咱台湾传统特色建筑走向世界。这间看起来真有原住民风格的石板厝，唔干那是普通的客家。这间是屏东三地门乡巴格达外家族的石板厝，摕到2022年巴黎世界奖的银奖。出国比赛，出国。用传统工艺起的石板厝，用古来家家妈的流水受损。屏东县府自2019年开始，就巴格达外家族的成员和原住民的工艺师傅做伙整修石板厝。加强结果剥茶雕，维护部落精神的石雕。可能经过了70-80年的历史，其实我们的石板屋已经有在漏水，所以我们就特别在这次有做一个石板屋的修建，然后里面图腾的一个修饰。精修石板厝，唔干那是让家族的成员把过去的记忆找回来。头目包金莲表示，唔忘把这个所在精修好势了后。大家会当伫只集合学习，互更加侪少年辈体会部落原始的生活方式甲文化意义。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开始做传承的工作，在我们家这个田野这边，就教导后面的人要怎么跳，然后唱歌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家。啊，巴格达外这个包金人家族的这个石板屋呢，过去承载的在部落族人的一个共享、共识，甚至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慰藉。这回石板厝摕到国际奖项，让世界看到台湾传统建筑的特色。三地门乡的乡长表示，乡公所会继续收集历史资料和文物，未来会把石板厝规划做社区旅行的景点，让更多人看到原住民祖先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嘉义阿里山竹坑车头，去年底翻新哦。今年邀请6间大学建筑系学生啊来展示一挂用竹啊做的作品，望讲会当来推广竹啊这款的建材，马上游客来行搭。为嘉义车头坐火车来到竹坑车站，6间大学建筑系教授甲学生。为了小改因的作品，高流用这个做更有材料的感想。我们现在在做的尝试，其实就是要把，就是它可以变成什么样的画面，把它整实际的构筑出来。一样的铁道，那100年前是采块木，100年后呢，我们是来做一个积极运用主材的一个展示的场所。各种不同的竹竿创作，拢是这些学生为头到尾头头啊做出来的，有的看起来亲像云的感觉。马威会当听到竹讲的声音，一个是竹林的感觉，
第二个是也可以让人可以去体验竹子在体验的时候有一些竹子的声音，让整个体验是更加丰富的，不是只有视觉上。让我们好的这些竹子的记忆传承下去，同时透过这个学校里面好的创意能量啊，帮助这个竹子相对传统的领域可以有一些的转化突破。台湾竹会表示，过去竹子都让人感觉不是很高级的材料，希望透过这些课程和展览，让竹子在建筑的运用不但有新的观念，也替传统产业带来改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来看泰国有一个吃到102岁运动员，伊是泰国年会上大的招标运动员哦。伊最近阁有参加一场比赛，伫老人组摕到金牌。伊讲哦，要活勇健吃百二，撇步就是爱定定运动。正声一响，第二跑道的萨瓦老先生就开始向前冲，伊的脚手正溜溜，完全看袂出伊已经102岁啊。结果100公尺短跑，伊的成绩28秒7是新纪录。另外，伊也参加标枪比赛，这个项目阁摕到金牌。这是几工前一个泰国西南部龙岗区圣所办的电竞大师锦标赛。萨旺老先生参加比赛4年来表现拢正赞，是泰国年纪上大100公尺短跑的选手。就以退休的校长讲，伊主要是要来交朋友的，来พบปะคนเพื่อนฝูงบ้างแล้วก็คนที่ยังไม่เคยพบปะรู้จักกันก็ได้มาพบปะรู้จักก็รู้สึกว่าดีมากครับผู้ลงชีพยี่จู่ให้运动的查甫囝也已经70岁啊。伊讲因老爸个性正乐观，而且开始运动了，身体也加正好，ร่างกายก็แข็งแรงขึ้นสมัยก่อนที่ยังไม่เล่นกีฬาเนี่ยพ่อเนี่ยจะมือสั่นด้วยแต่ปัจจุบันนี้ไม่สั่นค่ะคือการออกกำลังกายเนี่ยมันช่วยได้เยอะค่ะช่วยได้เยอะ萨旺老先生讲，运动是伊保持健康加长期性的闭关。若是要跑步，最好是穿较好的运动鞋。日本的业者伫西班牙办的世界行动通信大典，就送这种会当发光、有感应器的智慧运动鞋，提供脚步的资料。穿这双智慧鞋走的时阵，相关资料会传到手机的 App 里面，会当针对这款资讯，知影家己走的情形，然后做调整，互家己走了更加健康、更加有效率。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国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高25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高29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22度。华东地区上低13度，上高21度。再来看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语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播3点，咱再会。Thank you.